你只知道杨戬是你师伯，其实他是你亲舅舅。他是我舅舅？也是他亲手将你母亲镇在了莲花峰下。杨戬的法力自然是强的，宝莲灯也被他的力量反击碎做了几块，只要找齐这些碎片，宝莲灯复原如初，你就能借宝莲灯之力劈开莲花峰，救出你母亲了。杨戬，你师父你师尊一门都是一丘之貉。那帮家伙他们把我神功豹封了个分水将军的名号，却把我塞进了东海海眼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实则虚伪透顶。我就咬着牙忍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报仇的好机会终于被我等到了。